新加坡歌手许美静日前在中国南京举办演唱会，结果本人只唱30分钟，其余由歌迷乐队代唱，引发现场观众大喊退票。没想到类似情况竟再次上演。昨天昆山举行的时光 Classic 演唱会，海报主打张韶涵、王心凌、李健三人将演出超过2小时。结果张韶涵、王心凌分别只唱了4首歌，李健则唱了7首，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由不知名的歌手和乐团撑场。加上音响设备不佳，影响歌手演出品质，雨势又不断，现场观众淋了3小时暴雨啊，内心是满满怒火，纷纷怒喊退票，怒轰主办方根本是诈骗。